哎，大家好，我是好时光同乐会的小胖。那刚刚学姐有教大家让大家动一下，是不是？好哟，大家现在请坐好，在自己的椅子上面，然后双脚伸直往前，然后离开地面。如果你做不到，请用手扶着你椅子旁边，应该可以吧？我看大家做很好啊，那就继续讲哦。就等一下九分钟，大家就继续做。哎，我没有说可以放下来。好了，我现在很快介绍一下，就是好为大家，那我们一起数十秒，十九，哎，有人脚没有抬起来哦。好，因为刚才听到大家很喜欢跟女生一起，哎，没关系，等一下再放下来。跟女生一起，我觉得真的是来对场合介绍好时光同乐会了，因为好时光同乐会就是只有女生可以参加，我们是一个推广女生运动的社群。好，大家嘴放下来，很乖很乖很乖，我看到。然后我们是希望透过简单跟有趣的方式让女生开始运动，不是要强迫你，像以前可能大家在高中国中就是最痛苦就800公尺，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克服那种心理的障碍，开始去喜欢运动，爱上运动，然后把运动变成一种生活。所以我们叫好时光，也是希望让大家女子时光的意思。好，那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我们三个发起人以前是打篮球的，那当初只是觉得去外面篮球比赛就是很贵，然后又打两场就回家了，因为我们就是程度太烂，一下被打趴了，所以就在这种愤恨不平的情绪之下，我们就决定自己来办一个篮球比赛。那办篮球比赛，我们又想不想要它只是一个比赛，希望大家留下不是只有输赢而已，可以留下更多运动的机会，可以认识更多伙伴。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非常奇怪规模的篮球赛，也只有4队参加。有打篮球的应该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通常比赛大概都是16队的，然后我们就一天要4队，然后非常实惠票价，就是你来参加一次你就一天打4场，通常呢大概都是3天打4场吧，对不对学姐？所以说你来了，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模式让每一队跟每一队之间都有对战机会啦。然后我们在比赛跟比赛已经有安排一些小游戏，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留下是可以认识更多球友的机会，那之后就可以有一起相约去打球啊，有更多运动的机会。那这是我们第一场活动，办完之后其实也没想好之后要干嘛，然后默默的就不小心跟 Nike 有合作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进入了林书豪用的场地，就是 Nike 的场地，然后我们办了一个夏日就是女生篮球之夜。那同样的，我们也不希望它只是一个比赛，我们希望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要求每一个球员在活动开始前要跟我们一起做一个热身操。我们把好时光的理念变成一个操，当然我现在不太想跳，有点丢脸。那要所有球员一起跳，可能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简单，不过就是跳个操。可是有打球人或是有认识篮球员的人就知道，要篮球员一起跳一个很像健康操的事情是多么尴尬的，就是非常别扭，非常困难。那尽管是大家一开始不愿意，我们就不管，就是好，大家就下来，然后一起跳操这样子。然后结果呢，发现大家其实还是玩得很开心。你看到其实，当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怪，你没有去试，它就一直很怪。可是当你试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就像运动对大家也是，你就会觉得它好像很难很累，可是你没有动，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事情。那篮球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在思考说那接下来还要办什么。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就想，好，当初是为什么要运动。好，其实也没有那么心灵层面啊，不要洗涤自己，其实大家就是运动就是要吃嘛，就我可以运动就是我可以吃更多，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系列活动。那我们把活动名称都跟菜名做结合，各有餐饮业的那个朋友应该觉得我们在乱搞。现在我们有一个自行车的活动，我们叫做无敌风火轮布朗尼。那它其实我们就是希望透过一个活动包装的方式，可以先吸引女生的注意啊。那当他们不会一开始就有说，哎，这是单身活动，先入为主的观念，说好像很累，然后不来了。至少可以先抓住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正好去年是跑步非常就是崛起新就是热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也觉得那我们也来办跑步活动好了。那是不是你要跑很快，或是你要跑到半马、全马？那可是这些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重点，
我们只希望让大家可以持续的运动，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活动。那我们每个礼拜四100个女生，我们都会固定的去跑步，就是三个月每个礼拜四没有间断。那同时我们也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啦，我们跟这100女生玩一个游戏，我们会收你报名费，跟你打一个赌，如果你全勤，我们就退全退，然后还送你铺马的奖品。那可是如果你输了，我们就把你的钱没收了，这样。对，就是进行小小游戏。那但这活动反应非常热络，因为那时候开始也是就是秒杀这样。那在进行的过程中，也不断有人来粉丝团说：“哎，我可不可以参加好时光的活动啊？”可是我们就说不行，我们就是已经报名结束了这样。因为我们是班级制的啦，这样大家感情会比较好。所以在反应热络的情况下，我们就在今年又扩团了。就2014年，我们从100个人变成200个人，就是两团这样子。对，那同样的。在进行这个慢跑团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规划一些有趣的游戏。我们希望让大家在游戏的过程中去运动，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那除了每周跑步的时间之外，我们也会让他们分组，然后他们自己相约去跑步。那要怎么样让大家去做呢？你可能觉得很困难，说：“哎，我今天叫你去，周末这礼拜一定要跑 ，OK？” 他就说：“怎么可能？”然后下就不来。所以我们就不是，我们就是每个月有个主题，然后有准备奖品给他们。那看到第一排的那个女生，那黑黑那个，她其实是一个铺马的，就是全罩式的耳机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主题叫做“我最好色”，就是你们各组要去自己相约去跑步，那路线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你们的衣服要有个颜色。比如说我今天穿的是我们这组的主题叫彩虹，那我们可能要穿红橙黄绿蓝靛紫，然后去跑松山彩虹桥这样。对，所以你进行越多次，你就越有这个机会得到我们的奖品。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大家都成为很好的朋友了。那很多女生会跟我们分享说她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女生有一次机会又跟我们分享，她问我们说：“你们知道最远的距离是哪里吗？”哦，不是什么我在你身边，就不知道我爱你，不是没有老梗吗？这实在太肉麻了。他跟我们说，其实最远的距离是从头到脚，就是头到脚的距离。因为常常我们都会去想，想说要做什么，可是有几件事情是我们真的去做，但你只是想却没有去做，那头跟脚永远都是没有交汇的时候。这个女生叫小培，她今年34岁。他跟我们说，他活了30年，然后已经是一个小孩的妈妈，已经非常讨厌运动，也从来不跑步。可是跟我们家开开心心的玩了3个月之后，他就自己可以去跑完5K。虽然5K 对于跑步人来说好像很短，连全马的10分之1吧，可是对他来说，他已经克服了最遥远的距离。在我们活动过程中，很多女生跟小培一样，告诉我们她们开始爱上运动，开始喜欢运动。大家看到这个有点压抑，是不是？我们不是有年轻人哦，有一个妈妈，妈妈级的，有没有？所以这也是好时光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有趣的方式，让大家喜欢运动，开始运动，爱上运动，把运动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它就不是一件必须去做的事。而是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我们需要让它成为女生的生活，让女生为自己而动，为自己而活，那成为一个很开心的、快乐的人，快乐的女生。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开心，或者是你觉得想瘦啊，或者是想要吃更多，那都可以参加我们好时光的活动。那我们这周末就正好刚才讲的运动料理食堂。就是我们持续的进行，刚刚是2013年的，我2014觉得反应实在太好了，大家就说一定要运动跟吃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继续办了。然后除了跑步之外，我们这次办的是就是拳击有氧，对，大家有兴趣来参加，不会晒到太阳，然后有冷气可以吹，非常舒服。然后我们的好时光的粉丝团是好时光同乐会2.0，对，然后对大家就有兴趣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玩。好，那差不多。谢谢。